今天带大家尝一下我们北方的土特产。这可是我祖传的手艺。是人民是小龙虾，各国人。不能吃，没事，我会吃，啊，都给你，谢谢啊！今天做个好东西，今天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道美味。家里有冰箱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冷藏一下。果冻自己做的就是好吃。今天带你们尝尝真正的北方甘蔗，嗯，特别甜。北方甘蔗就是甜。